要我去做，去做的人就通通着我。咱得到帮助，是靠创造之地的要我信仰。面对兄弟姊妹，咱即马伫遮是真是为着人，你台湾先生，汝翻译刘小姐，要伫上帝面前结婚立约，建立美满的家庭来做见证。婚姻的起源是上帝设立的，幸福的家庭是上帝的恩赐。所有敬畏上帝、遵循伊的道理的人，一定蒙主祝福。所以要用圣洁的心，用正直的礼仪来结婚，才会建立幸福和快乐的家庭。也要用阿加法。不下那唔起，也无话艰苦，艰苦艰难，手困困辛苦，现着得到丰收，体可创造天地间，也无话艰难。你为兄弟姊妹，现着也下持续在教会，体会到难。李翠莲先生，春英又小姐，跪在上帝面前结婚立约，建立美满的家庭，随所见证，婚姻家事人的上帝设立的幸福的家庭，的上帝的恩赐，所有几位上帝。准行自己脱离家园，一天门书舒服，故作会用纯洁的心，用真实的理念来结婚，三位天地幸福老快乐的家庭。你要谨慎，免得你会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守伊的诫命、法度、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今仔日已经吃饱，已经起水的树来吃起，你的牛羊家庭，你的金银家庭，你所有的拢家庭。这时你的心如果未记得摇花，你的上帝就是把你对爱的地做路的路台的地下家出来的，伊带你经过遐大个，各行安家人的旷野，遐有花大，其他行打扫好水的地，伊捌为着你。河水对烟的酒花流出来，我伫旷野将你的力作所唔阿的妈妈扭起去，是要互你家比试验你，互你到尾得着福气。行来行了，你心内想讲，得着这个大利益，是对我家己的配合，我家己的手头的能力。总是你就会记得摇花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气力是伊予你的，每天伊对你的力作就抓药亲像今仔日的款，然后用阿达巴，你说运顺免得你唔记得，也无话你的上帝。莫使自己下面发出入去手起来尽本力命令你的两年已经失败，已经是强迫不对的，你的
牛羊加点，田鸡金文加点，米所留的加点，这是米的心舒服，唔记得也无法米的双低，就是带米对海极低，做唔出的家出来的。期待你经过的太多强烈的控压，这位有菩萨迄个广州无水的地，其实为讲你温水对暗暗的石板流出来，我在控压上你的历史所不识的妈妈，用会用着你，体会本你天地，思念你，本你多年得到福气，让你心内伤痛，得到两个太一样，体对艺术家的激励，艺术家的书。这里的总是你说记得亚伯话你的兄弟因为你这座太平洋这是其实这是本你会上其所对你的列祖诸子的用就像贫困的这块到世间的无畏，阿门。